大家好，今天这盘棋是2015年日本第五期围棋大师赛当的一盘棋，对阵的双方是武宫正树和林海峰。这盘棋，林海峰执黑先行，白棋武宫正树，黑棋先守了一个无用角，白棋分头，黑棋逼入。这在当时都是非常流行的下法，白棋小尖，黑棋尖顶，白棋拉入一地，黑棋再挂角，白棋采取了一间高加。那么对待白棋这个一间高加，黑棋可以从这个地方加攻白棋，这也是正确的方向，加强黑棋右上角。实战林海峰跳了起来，白棋单挂收角。下一步黑棋还是可以考虑从这个地方加攻白棋，比较生动。那么林海峰直接点角，这招棋也把这一盘棋定格在实地抗衡白棋外势的这样一个格局。白棋挡住，黑棋要鲁班。下一步白棋也可以考虑这个拐，黑棋虎的时候。白棋打吃，黑棋粘住，然后呢，白棋能够抢得上方这个拆边，白棋也能接受。但是作为武功正数来讲，它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黑棋这个跳限制住了白棋中央将来大模样的发展。于是白棋搬下去，黑棋粘住，白棋在二路爬，黑棋跳了一个。实战白棋加在这儿，外势非常厚。那么在这个地方，白棋没有敢冲断黑棋，黑棋挡住，白棋断。那么下一步，黑棋不是打吃这个白棋，而是从这个地方断掉白棋，紧接着就要扳住上方的两个白棋。白棋还不敢扳起来，因为黑棋可以吃住三个白棋。白棋不敢搬，大致要打吃这个黑棋，黑棋吃住上方的白棋。那么至此，双方啊也形成一个转换，形势大体两分。但是呢，这一带的黑棋非常厚，也影响到了上方啊白棋将来形成大模样。所以说，武功正数没有选择这个变化。现在白棋单战，如果黑棋这个时候小尖的话。白棋再搬起来，这一带白的棋形啊非常厚。于是林海峰先单长，这招棋非常狠。林海峰不但要抢夺白棋这个角，还有这个时候就要破坏啊白棋中央将来的发展。白棋挡下去，黑棋还要拐，白棋粘住，这时候黑棋再来活角，白棋加了一个。黑棋一双，白棋一路度过。那么在这一带的战斗，武功正数下的还是比较忍让。白棋积极一点，可以飞起来，这个时候就进攻啊上方的黑棋。白棋一路度过。那么下招棋呢？林海峰从上方压了一个，把这一带的黑棋先走后。但是呢，当前局面下，黑棋这个压有点缓。黑棋还是应该小飞一个，先加强黑棋右上角，看一看下一步白棋如何进攻上方的黑棋。实战黑棋压在这儿，被白棋一拆边，白棋没有什么不满。下一步白棋还有封锁黑棋这个角，黑棋小尖出头，白棋往上一飞，分段左右的黑棋，黑棋又长了一个。白棋再一顶，如果黑棋往上长或者是跳的话，将来白棋在角上啊有点角。实战林海峰还是以实地为重，虎了一个，白棋扳住，外围也持续加厚，黑棋先二路扳，
白棋退，黑棋再挡角，黑棋彻底的护住了右上角。那么下一步，白棋开始进攻上方的黑棋，从这个地方震了一个，黑棋大跳出头。那么下周棋五攻争数，中央一个小飞，要在这个地方形成模样。那么黑棋也飞了进来，白棋又轻飘飘的飞了一个，要通过威胁上方的黑棋，慢慢在这一带形成个新的大模样。黑棋跳，威胁这个断点，白棋先打吃，黑棋粘住，白棋连接，黑棋再跳。那么黑棋这个跳的方向有点问题，这种黑棋还是应该通过这种小尖从这个方向来突围。那么黑棋跳在这儿，五攻中数并没有马上在这一带着急进攻黑棋，又慢悠悠的走了一个小飞，继续加强这一带的模样。黑棋先让爬了一个，白棋扳住，紧接着黑棋又跳了一个。之所以林海峰连续的在这个地方来行棋，也是非常看重下一步要出动这个子，但是呢，这个跳遭到了五攻正数严厉的反击，白棋先刺一个，黑棋粘住，白棋再一顶，这是棋形的要点，让黑棋非常难受。很明显有一个挖断，如果黑棋粘住的话，白棋再一虎，紧接着还有扳断黑棋，黑棋只能依靠这种拐来单关连接。那么作为职业棋手来讲，这种单关连接非常痛苦。于是呢，林海峰没有选择这种连接。但是呢，从实战的结果来看，黑棋还是应该在这一带忍让一下，把所有的黑棋全部都连在一起。实战林海峰选择了转身的下法，出动了这个子。那么五攻中数也没有马上在这个地方来挖断黑棋，而是呢要从这个地方来冲断黑棋，大吃上方的黑棋这条大龙。黑棋挡住，白棋拐，黑棋一顶，白棋从这个地方断掉了黑棋，黑棋需要补断，白棋一个小尖，基本上也控制住了上方的黑棋。那么黑棋顶了一个，这个地方有门吃，白棋粘住，黑棋吃住两个白棋，至此双方形成一个转换，黑棋在右边形成了实地，白棋呢也控制住了上方黑棋这条大龙。如果白棋能够干净的吃住上方的黑棋，白棋占据着均占优势。现在白棋是先手，五攻中数在这个地方又在中央飞了一个，继续加强这一点的模样，同时呢限制黑棋右边的发展。黑棋先三路一飞，伺机出动了上方的黑棋，白棋也没有在这一带补棋，靠压黑棋。那么对待白这个靠压，黑棋在这个地方还不肯搬，白棋一退，黑棋自身还存在一个断点，关键是在这个地方黑棋也有一个断点。这个时候林海峰也意识到这一带战斗的转换对自己也非常不利，于是呢在这个地方下得非常强硬，大跳了一个，要整体威胁三个白棋，白棋搬下去，黑棋从这个地方先顶过，下一招棋五攻正数走了一个大飞，这是一个好点，非常考验黑棋。如果黑棋敢穿白棋的象眼，白棋就在这个地方冲断黑棋，黑棋需要爬回来，白棋再顶，黑棋挡住的时候，白棋一跳封锁上方的黑棋，下一步白棋要断掉黑棋，黑棋需要连接，白棋再搬，黑
黑棋一粒。那么这一带的模样还是非常大，关键是在这个地方，将来白棋还有靠出来的手段。所以说实战，黑棋还不敢穿白棋的象眼，于是呢，林海峰靠了一个，白棋扳住，黑棋一断，白棋打吃，黑棋一长，然后呢，白棋连接。下一步黑棋也不敢从这个地方封锁白棋，因为白棋有一个断，黑棋长回去，白棋这个力是先手，黑棋需要连接，白棋呢再从这个地方断掉中央的黑棋。于是黑棋先打吃，白棋粘住，黑棋补住这个断点。下一步白棋还有另一个，黑棋没有马上粘，先靠，要出动啊上方的黑棋。那白棋从这个地方断掉黑棋，也干净的吃住了上方的黑棋。至此，白棋就占据着时空的优势。黑棋还要补掉这个断点，然后呢，白棋再从这个地方靠了上去，非常紧凑。黑棋打吃白棋，白棋往外虎，黑棋一拐，白棋一退，黑棋三路一分，然后呢，白棋小飞手脚占据了最后一个大场。黑棋中央一扳，白棋退了一个，黑棋拆二，白棋小尖手脚。那么当前这个局面，如果让白棋再完整的守住左下角，黑棋的时控不乐观。于是林海峰放出胜负手，点了进去，要破坏白棋这个角。白棋挡住，黑棋二路一拖，这也是常用的腾挪手段，问白棋应手。如果白棋从里面扳住，黑棋一退，白棋脚上需要补棋，然后呢，黑棋再一小尖，下方的黑棋这个实地非常完整。那么在左下角，五攻正数没有妥协，从外面扳住黑棋，黑棋退。很显然，这个地方存在一个断点。如果白棋普通的虎住这个断点的话，黑棋二路一扳，黑棋轻松活脚。为了补这个断点，五攻正数走得非常积极，靠了上去。黑棋往上长的时候，白棋再来杀角，二路一立，黑棋挡住，白棋一路扳，缩小黑棋的眼力。黑棋断了上去，白棋先打吃，黑棋往上长，白棋再倒虎，下步黑棋往下一拐。那么黑棋拐到这儿，局部的黑棋还是不活，因为白棋这个地方可以扳，黑棋挡住，白棋可以点杀黑棋。虽然黑棋脚上活不了棋，但是呢气比较长，左边的白棋和下方的白棋气比较紧，那么这个战斗白棋没有什么把握。于是实战，五攻正数并没有马上杀角，靠压黑棋，通过这种靠压加强自己的白棋，一单对的白棋得到加强，白棋再来杀角，黑棋先扳了一个，白棋退，这里的白棋得到加强，黑棋别无选择，拐下去先活脚，白棋也得到这个扳，这里有断，这里有断。那么黑棋先踢掉这个子，白棋粘住，紧接着黑棋断了一个，官子便宜。白棋打吃的时候，黑棋一路打吃，白棋踢掉。下一步黑棋先把这个子退回来。那么下一步白棋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二路虎，一个是从这个地方断掉黑棋，将来呢在中央形成一定目数。那么实战，五攻正数选择了二路虎，加强下方白棋棋形的同时，瞄着在这一带要冲断黑棋。如果黑棋扳，白棋再来断，两边的白棋都走到。林海峰粘住了这个断点，
那么武功正术呢，就从这个地方冲断了黑棋。白棋立到这儿，也切断了三个黑棋。那么黑棋呢，中央大跳了一个。那么黑棋跳在这儿，也是要威胁下方的白棋和左边的白棋。白棋二路一夹，黑棋虎住，白棋打吃，黑棋没有马上粘，黑棋呢在下方定型，先冲，白棋先拐，黑棋踢掉，白棋一路度过，黑棋扑了一个，白棋踢掉，黑棋收气，白棋粘住，黑棋再打吃，白棋粘住。之所以李海峰这个时候在下方定型，也是让下方的白棋暂时不安定。但是呢，白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靠，白棋可以吃住两个黑棋，或者是通过这个靠取得两块棋的联络。所以说黑棋要在这一带补棋。黑棋跳了一个，继续威胁左边的白棋。白棋并没有马上踢到这个子，先飞，封锁这四个黑棋的同时，下一步还要靠上去。黑棋拐，就是白棋不敢挡，黑棋要进攻左边的白棋。白棋呢提到这个子，黑棋退的时候，白棋在做活。那么至此，在这一带的战斗双方又告一段落。黑棋先压了一个，白棋退，然后呢黑棋抢占了这个大关子。那么中盘战到此结束，双方啊进入了关子，白棋占据着失控的优势。黑棋小尖以后，白棋靠，先在左边定型，黑棋加了一个，白棋还不是退回来，白棋一虎，黑棋打吃。那么白棋呢，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压缩左边的黑棋，白棋先冲，黑棋挡住，白棋打吃，黑棋粘住，白棋再打吃。那么白棋呢，不但要压缩黑棋，还要在这一带抢的一个先手。这时候黑棋也没有提掉这个白棋，中央一飞，限制白棋中央成控，而且呢自己在这个地方围几目棋。白棋立下去，黑打吃，白棋没有马上粘，一望，黑打吃，白棋粘住。这个地方黑棋需要补棋，黑棋还要连接。紧接着白棋冲，黑棋挡住，在这一带武功正术的关子下得非常好。白棋跳了一个，威胁这个断点。黑棋往上拐，白棋还要一顶，黑棋粘住。那么下招棋呢？白棋把这两个子再连回去。这一招棋也是武功正术的胜利宣言。那么这一招棋不仅仅是要把这两个子连回来，将来白棋在这个地方还有扳，黑棋还要补到里面去。如果黑棋敢挡住，白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点，黑棋需要粘住这个断点，白棋还要爬，黑棋挡住，那么白棋这个连接就是先手。下步白棋一个小尖，脚上形成双活，黑棋呢还要在脚上补棋，在这个地方黑棋这个脚被搜刮。所以说当白棋粘到最后这个大关子的时候，林海峰也就失去了取胜的机会。最终的这盘棋武功正术中盘战胜了林海峰。大家好，今天这盘棋是2002年日本第40期十端战决赛当中一盘棋，对阵的双方是武功正术和王立成。这盘棋也是十端战决赛五番棋当中的第二局。王立成执黑先行，白棋武功正术，开局黑棋无用角，白棋拆边，黑棋挂角，白棋一间地夹。
白棋长起来以后，黑棋没有走这种二路利的下法，从这个地方贴了起来，白棋就冲，黑棋挡住，白棋通过这个冲给黑棋制造两个断点。如果白棋断在这儿，黑棋打吃，白棋反打，黑棋提掉，白棋吃住脚上两个黑棋，然后呢黑棋加攻这个白棋。左边的黑棋棋形非常厚实，那么在这个角上，白棋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黑棋这个力有一定的借用。于是实战五攻正数断在了里边这个断点，但是呢目前情况下这个断还不是胜率最高的下法。这个时候白棋胜率最高的下法是这个二路扳，黑棋如果扳住，白棋再来断掉这个断点，黑棋打吃的时候，白棋再反打，黑棋提掉这个白棋，白棋呢干净的提掉两个黑棋，也就避免了刚才黑棋那个二路利的借用。那么这个变化白棋可以满意。所以说当白棋二路扳的时候，黑棋就不肯从这个地方反扳白棋，而是呢从这个地方跳出去，白棋往脚上一爬，那么形成这个局面，黑棋这一带的棋形不若刚才厚实。实战五攻正数断在这儿，黑棋打吃，白棋反打，黑棋提掉，下一步五攻正数是不肯二路爬回去，被黑棋把这个头一长，下面的白棋需要补棋，然后呢黑棋再从这个地方镇住白棋，那么这一带的黑棋将会影响到中央宇宙流的发展。于是五攻正数实战从这个地方搬了起来，黑棋打吃，下一步白棋走的最多的下法是打吃黑棋，黑棋提掉，白棋快速的挂掉，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将来还给黑棋留下一个断点。所以说实战五攻正数没有选择这个打吃，往上长了一个，这一带的棋形啊非常厚实，黑棋获得一个先手挂掉，白棋单关手脚，黑棋点角，王立成这个点角也是对五攻正数宇宙流的一个挑战，就是要用实地来抗衡白棋的大模样。白棋挡住，黑棋二路搬粘，然后呢白棋粘住，那么现在的 AI 都是推荐白棋二路一爬，白棋粘住以后，黑棋二路飞，白棋拆边，下一步黑棋从这个地方并了一个，避免白棋这个靠。那么这个时候 AI 推荐黑棋马上就要夹住白棋，要求在这个地方一路度过。那么黑棋可以通过这个夹破坏白棋上方这个实地，这也是为什么 AI 一直推荐白棋二路爬的原因。实战黑棋并在这儿，白棋扳住这个黑棋，黑棋拆边，白棋拆边，下一步王立成中央一调，开始破坏白棋中央这个大模样。那么紧接着五攻正数就围绕着这颗黑棋至始至终展开了进攻。那么进攻的手段并不是这样直接的从上方镇住黑棋，先拆二，黑棋单关手脚，白棋飞了一个，白棋飞的目的是要强调下一步从这个地方靠上去，加强这一带白棋的外势。那么王立成在这一带也没有补棋，凶狠的下方打入，同时呢威胁这个断点，如果白棋小尖，黑棋直接就断上去，
白棋从上方打吃的时候，黑棋往下一长，吃出四个白棋，目数还是非常大。于是五公争数从这个地方跳了一个，先护住这个断点，黑棋拆一，白棋挡住。对待边上的这种打入，五公争数并不看重，经常会让他轻松的活棋，通过进攻这里的黑棋，加强自己的外势。下一步，黑棋开始做活，往上贴了一个，白棋就扳住，黑棋反扳，白棋连扳，黑棋一退，白棋粘住。下一步，黑棋一个小尖，轻松活棋。但是呢，白棋这一带的外势还是非常的厚，而且呢获得一个先手，白棋又靠了上去，黑棋二路扳，白棋扭断黑棋，这也是常见的定型的方式。黑棋打吃，白棋从这个地方急打黑棋，黑棋为了护住这个角，没有选择从这里长出去，白棋一打吃。黑棋拐，白棋再打吃，黑棋长的时候，白棋可以通过这个打吃获得黑棋这个角。于是黑棋先提掉这个白棋，白棋打吃黑棋，黑棋粘住。那么至此，这一带的白棋也得到了先手加强。然后呢，白棋再脱角，黑棋扳。下一步，白棋走的最多的是这个。反扳黑棋，但是呢，这个时候黑棋一打吃，白棋粘住，黑棋再一虎，白棋打吃，黑棋粘住，白棋再一退，那么这个黑棋相对来讲就变得非常安全，那么下方白棋这道外势自然会效率降低。在这个角上，白棋一定是往上一虎，黑棋粘住。那么白棋上方也得到加强，下一步这颗黑棋和外围联络的地方就是在这一带，那么五攻正数又靠压这个黑棋，黑棋还不敢从这个地方搬起来，白棋一个反扳，这个黑棋越来越孤立，于是黑棋搬在这儿，白棋反扳。黑棋连扳，白棋粘住，黑棋连接，白棋扳住黑棋，黑棋一退。那么至此，五攻争数在周围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下一步，五攻争数从这个地方进攻中央这个黑棋。那么这个黑棋目前局面是孤军作战。看上去白棋也可以攻在这儿，边攻击这个黑棋，边发展这一带的实地。但是呢，黑棋这个拐是非常讨厌的一招棋，所以说五攻争数攻在这儿。黑棋往下一跳，白棋跳了一个，避免了黑棋这个扳。黑棋靠，白棋也没有扳，就是老老实实的往后退。黑棋贴下去，白棋再退，黑棋小尖把头走到中央，白棋大飞，封锁黑棋。黑棋一跳，白棋先刺，限制黑棋这一带的眼位。当然，黑棋不肯粘，被白棋再跳的话，黑棋这个棋形非常重。于是黑棋先拖了一个。白棋二路一拐，破坏黑棋上方的眼位。黑棋一顶，白棋跳了一个，黑棋压，这个地方白棋还是没有扳，退了一个。然后呢，黑棋先夹，白棋粘住，黑棋一顶，白棋一退，黑棋一虎。白棋再退，在这个地方的战斗，白棋连退了四招棋，
慢的不得了，厚的也不得了。下一步黑棋压了一个，白棋搬，黑棋反搬，白棋一夹，黑棋打吃一个，白棋粘住，黑棋连接，白棋连接，黑棋再一跳。那么现在中央黑棋这条大龙在这个地方存在一定的眼位，那么黑棋的通过这个跳也是要在这一带建立第二个眼位。那么下一步看上去，白棋如果想强攻中央的黑棋，是这个拐，这是要命的下法。黑棋如果挡住，白棋再一靠，黑棋在这个地方很难建立眼位。所以说当白棋拐的时候，黑棋不是粘，而是呢从这里贴一个，白棋一冲来破眼，黑棋往下一跳。那么黑棋跳到这里以后，就感觉这一带白的棋形有点弱，将来黑棋有这种靠的一些手段，白棋难以吃住中央黑棋这条大龙。于是实战白棋在这一带没有强攻黑棋，而是从这个地方把这个子长了出来，问黑棋的应手，也是想在这个角上通过弃子加强这一带白棋的棋形。实战黑棋断了上去，白棋立一个，黑棋挡住，然后呢白棋再一夹，黑棋压住，白棋一退，黑棋再冲，白棋挡住。那么双方在角上交换了几招棋以后，下一步黑棋如果想守住这个角，是这个二路架，但是呢白棋在外面的收棋都是先手，白棋可以通过这种先手得到加强，下一步再来强杀中央黑棋这条大龙。所以说实战王立成没有敢在脚上吃住三个白棋，经过判断，王立成从这里顶了一个，丰富这一带的眼位，先做活中央黑棋这条大龙。那么白棋也一路度过，吃住这里的黑棋，黑棋夹，白棋先虎，黑棋打吃，白棋粘住，黑棋打吃这个白棋，确保右边的实地，白棋二路爬，避免了黑棋上方做眼，黑棋一小尖。那么至此中央黑棋这条大龙已经安全活棋。那么黑棋活棋以后，黑棋继续保持着实地的领先优势，但是呢全盘白棋更加厚实。那么下一步双方的焦点就是看白棋如何发挥后世的作用。于是武功正数二路一搬，黑棋断上去，那么白棋呢依靠这种后世和黑棋展开的打劫，黑棋先提劫，白棋小尖威胁下方的黑棋，黑棋一虎，白棋立了一个，黑棋团住，白棋提劫，黑棋压了一个，白棋粘住，黑棋提劫。下招棋白棋往角上一冲，黑棋挡住，白棋提劫。因为全盘白棋非常厚实，黑棋劫材不利，那么黑棋呢就做出了让步，左边一个拆二，白棋提掉这个黑棋，黑棋呢二路一立，那么白棋通过这个打劫在角上获取了一定的实地，双方还是平分秋色。那么下一招棋武功正数走的就有点出乎意料，白棋在角上靠了一个，问黑棋的应手。对待白这个靠，黑棋这个角最干净的下法是这个一路搬，如果黑棋搬住，白棋大致要脱先，在这个地方靠一个，先在这一带先定型。那么在这个角上，将来白棋保留了这个段，
黑棋打吃的时候，白棋这个一路搬就变成了先手。于是在这个角上，王立成没有选择这个最干净的下法，从这里粘住。那么这个时候武功正术没有选择这个靠二路一飞，如果在这个地方分断黑棋这个角，将来白棋一路一立，角上的黑棋还没有活干净。于是呢，黑棋先压，白棋二路爬，紧接着黑棋粘住了这个断点。但是呢，这一招棋是王立成这盘棋的一个失误。这时候黑棋无论如何是要在这一带反击白棋，不能让白棋在这一带形成失地。黑棋应该是长，白棋冲的时候，黑棋就会从这个地方断掉白棋。白棋只有二路爬，黑棋长，白棋爬，黑棋再长，白棋再爬。下一步黑棋跳一个，在这个地方黑棋不能断掉白棋，白棋有一个先手打吃，黑棋提掉以后，白棋先手在这一带收气，这一带的黑棋藏不住气，所以说黑棋只能先跳，白棋补住这个断点，然后呢黑棋再一靠，通过这个靠取得联络，那么形成这个局面，白棋在这个地方难以形成失地。之所以王立成没有选择这个变化，担心白棋在这一带这种挖影响到黑棋中央大龙的眼位。但是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黑棋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冲，这里的白棋也没有安定。那么这个战斗黑棋充分可战。实战黑棋选择粘住，白棋搬起来，黑棋在这个地方也没有硬，粘住这个子，目数非常大，白棋往上一趟，白棋呢在这个地方也形成了目数，黑棋冲了一个，那么黑棋这个冲，紧接着黑棋这里有夹，白棋阻度的话，黑棋从这个地方长起来，于是呢白棋先打吃黑棋。黑棋二路爬，白棋扳住，黑棋从这再一团，白棋也没有补住这个断点，先从这一拐，这一带的白棋走后了以后，下一步白棋一立，脚上黑棋还不活，黑棋先打吃这个白棋，那么白棋还是没有补住这个断点，白棋呢先冲击黑棋的眼位，黑棋一虎。白棋打吃，黑棋粘住，那么白棋开始收兵并行，白棋一挤，黑棋一立，下一步白棋再跳，继续威胁这一带的眼位，黑棋先顶了一个，紧接着黑棋从这个地方断掉两个白棋，白棋打吃，黑棋小尖，白棋冲断黑棋，黑棋从这个地方团了一个，确保这个针眼，白棋再一拐，黑棋挡住，那么至此中央黑棋这条大龙两只眼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呢落了一个后手，被武功正术抢占了全盘最后一个大关子，那么至此黑棋的局面全面落后。下一步黑棋先跳了一个，白棋挡住，黑棋往里面藏，破坏这一带白棋的实地，白棋先挡，黑棋搬，下步白棋又从这一带和黑棋划清界限，其拐吃这个白棋。那么白棋在这里断的目的，也是为将来白棋这个搬创立一定的条件。那么黑棋拐到以后，下招棋武功正术又抢占了左下角这个大关子。那么至此，黑棋就失去了取胜的希望。虽然王立成在后面还做了一些抵抗，但是呢都是垃圾时间。最终的这盘棋，武功正术以八目半的优势战胜了王立成。大家好，
今天这盘棋是1986年日本第24期十端战当中一盘棋，对阵双方是武功征树和赵志勋。这盘棋武功征树执黑先行，白棋赵志勋，白棋挂角，黑棋一间地架，白棋进角。一间地架在武功征树宇宙流作战的体系当中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白棋再挂角，黑棋继续一间地架，白棋进角。白棋立的时候，黑棋变招从上方压住白棋，白棋再住，那么这个立也有一招棋的价值。下一步黑棋二尖高挂，白棋单关手脚，黑棋大跳，白棋大跳，黑棋再大跳，至此黑棋就在中央形成了广阔的宇宙流。下一步白棋就考虑如何破坏这个大模样，普通白棋可以在这一带掉一个，可以在这一带打入，实战赵志勋搬了出去，也是破坏大模样一种啊常用的方法。黑棋断，白棋往上长，下一步黑棋从这个地方飞了一个，这个方向非常重要，被白棋从这里跳一个将会攻守逆转。实战黑棋这个飞似乎不如这个小尖更扎实，因为黑这个飞还给白棋将来留下靠的一些借用。实战白棋没有马上靠，先飞，黑棋拆二，白棋中央一跳，看上去白棋的棋形堂堂正正，但是呢 AI 对这招棋有一些意见，这时候白棋应该是跳在这儿，黑棋如果从这个地方进攻白棋的话，白棋先往下冲，黑棋挡住，白棋在这一带保留一些先手，然后是大飞，通过威胁这个黑棋得到外围整形的目的。这种下法还是比较积极。实战白棋跳在这，黑棋从上方镇住白棋，这是一个好点。白棋先小尖，黑棋一退，在这个地方白棋不敢搬，黑棋可以断上去。如果白棋打吃，黑棋就长，白棋粘住，黑棋封锁白棋，这三个白棋和这一带的白棋，白棋不能兼顾。如果白棋不打吃，单长的话，黑棋粘住，白棋三路爬，黑棋搬，白棋二路搬，黑棋连搬，这一带的对杀，白棋杀不过黑棋。于是实战，赵志勋靠了一个，为这个搬或者这个靠来做准备。如果黑棋往上长，白棋靠上去，黑棋搬的时候，白棋从这里虎出去。于是实战黑棋搬在这，这也是棋形的要点。白棋往上长，黑棋长，下步要分段白棋，白棋挡住，然后呢黑棋再一飞，黑棋在这一带的进攻还是非常的流畅。白棋还没有活，白棋大飞了一个，开始整形，但是这个大飞似乎还是这个跳更紧凑一些，因为白棋大飞以后，黑棋这个点是眼位的极锁，白棋挡住，黑棋就冲，白棋顶住，黑棋一拐，局部白棋还没有眼位，白棋飞了一个，黑棋从上方封锁白棋，白棋先小尖，黑棋挡住以后，白棋跳继续整形，黑棋跳破坏白棋这一带的眼位，白棋挡，黑棋就顶，白棋一虎，黑棋并了一个，白棋没有粘，从这个地方先吃住这个黑棋，白棋呢在这一带形成眼位，这一招棋非常稳，但是有点缓，这是白棋有一个
积极的下法是靠在这儿，先威胁下方的黑棋，黑棋搬的时候，白棋冲，黑棋挡住，白棋连接，黑棋粘住，白棋再冲，黑棋挡住，然后呢，白棋再虎出去。白棋之所以在下方和黑棋交换，也是非常看重将来这个连接。只要白棋连接在这儿，这一带的黑棋的气将会变得非常的紧。那么实战白棋从这里拐住这个黑棋，白棋这一带出现眼力，那么武功正数也暂时放弃了对这一带白棋的进攻，先打入。那么这一招棋黑棋也可以考虑上方的挂角，黑棋打入，白棋小飞收角，先确保自己的实地。黑棋点角，白棋挡住，黑棋二路搬，白棋反搬，下一招棋武功正数直接补住这个断点。这一招棋是武功正数的问题手，这种黑棋应该是走这个虎，白棋打吃，黑棋就粘上。如果白棋补住这个断点，黑棋一飞或者是大飞轻松活棋。如果白棋在这一带破眼的话，黑棋这个地方可以断上去。白棋退，黑棋往下一立，那么这一招棋就封锁了下方的白棋。白棋不敢冲，黑棋就长，白棋再冲，黑棋再长，在这个地方白棋如果挡住，黑棋从这个地方打下去，那么这个地方呢，白棋也夹不住黑棋。实战黑棋粘在这儿，白棋也没有补这个断点，直接拐了下去，要强杀黑棋这个角。黑棋也只有断，白棋退，在这个地方黑棋就不敢并，因为白棋往上冲，黑棋长，白棋再打吃，黑棋再长，白棋可以从这个地方夹住，因为有了这一招棋的接应。如果黑棋往外冲的话，白棋挡住，黑棋打吃，白棋就长，黑棋再打吃，白棋先在这一带滚打包收，然后白棋二路一拐就吃住了这两个黑棋，可见这个粘和这个虎出入非常的大。那么实战黑棋不敢从这里并，也只有从上方压住白棋，白棋一长就宽出了白棋的气，黑棋搬，白棋搬住，黑棋一虎，白棋先一路顶。如果黑棋从上方挡住，白棋一路一立，脚上是一个打劫活。于是黑棋对打劫活还不满意，断了一个。白棋打吃，然后呢黑棋一路打吃，避免白棋这个立。白棋先踢掉，黑棋再打吃，白棋反打，黑棋踢掉，白棋先往上冲，黑棋粘住，白棋踢劫，双方啊在这一带形成一个结阵。下一步黑棋冲了一个，这是劫材，白棋挡住，黑棋踢劫，然后白棋往上一拐，在这一带定型，黑棋粘住，白棋搬，黑棋反搬，白棋实战走了一个连扳。那么白棋这个连扳有点过分，这是白棋最好的下法，是这个顶，黑棋挡住，白棋就扳，黑棋要粘住，下方的白棋气比较多，而且呢基本上已经活棋，这时候白棋呢再来提劫。实战赵志勋走了一个连扳，那么对待这个连扳，武功正数错失了一个机会。实战武功正数是断在这儿，那么黑棋最好的下位是断在这儿，白棋粘住以后，黑棋一挡，
白棋需要宽气，白棋有这个夹，黑棋虎住，白棋打吃，黑棋粘住，下步双方啊就互相收气，白棋踢掉这个子，黑棋一路搬，白棋踢掉这个子，黑棋再搬，下方的对杀，黑棋快一气杀掉白棋。那么双方形成这个结果以后，黑棋胜率比实战嘛要高一些。实战黑棋端在这儿，白棋连接以后，黑棋还要补断点，然后呢白棋再二路一飞，下方的白棋又出现了眼位。关键是黑棋痛苦的地方还担心白棋这里粘住，这里的黑棋还没有活，于是呢黑棋又补了一手，这是白棋提劫，黑棋从这一挤，威胁中央白棋的眼位。那么白棋下一招棋赵之行从这里靠了一个，这是一个局部的妙手，帮助下方的白棋先手活棋。白棋靠在这儿，黑棋挡住，白棋断，黑棋先提掉比较干净，然后呢白棋打吃，黑棋提掉，白棋再打吃，黑棋粘住。那么至此下方的白棋已经完全的活棋，那么下一步白棋还有粘住这个子，紧接着产生一个靠，黑棋需要补棋，下一步白棋开始做活中央这条大龙，白棋是从这个地方虎了一个，似乎这个虎更加坚实。那么白棋虎在这儿，黑棋先提劫，白棋小劫，下一步要封锁边上的黑棋，黑棋靠了一个。那么黑棋靠在这里以后，可能是赵之勋觉得形势非常的不错，走得非常的稳，直接在这个地方做眼，确保白棋这条大龙的活棋。但是呢当前局面下这一招棋非常的消极，这是白棋最好的下法，是应该从这个地方搬出去。如果黑棋在这一带破眼，白棋从这个地方还要封锁这一带的黑棋，这里的黑棋还不活，所以说在这一带的下法比实战啊更加积极。实战白棋直接做眼，那么这一招棋几乎啊把续盘的优势拱手相让，可惜的是武功正术下一步的下法又错失了一次机会。实战武功正术从这里退了一个，避免了白棋这个搬，但是呢这个时候黑棋应该是消极，黑棋全盘的实地非常不错。实战黑棋从这里长了一个，白棋提劫，黑棋先冲，白棋挡住，黑棋再提劫，白棋冲了一个，黑棋挡住，白棋提劫，黑棋二路一搬。当黑棋搬到这里的时候，白棋不敢应，下步还有劫材，于是呢白棋小劫，黑棋往脚上一躺，双方通过这个劫争形成一个转换。这个转换不平衡，因为白棋可以干净的吃住脚上的黑棋，那么作为黑棋来讲并不能干净的吃住脚上的白棋。那么下一步赵之勋从这个地方加了一个，要充分利用上方的残子，这是白棋也可以考虑这个二路拖。实战白棋加了一个，扩张左上角的实地，黑棋一立，白棋一飞，威胁要在这一带间断黑棋，黑棋并没有马上补，先打入，白棋一顶，避免黑棋二路渡过，然后呢黑棋再尖顶，白一跳，左上角的实地越来越厚，黑棋还要补棋顶了一个，然后呢白棋一虎，这一招棋的目数非常大，黑棋也不敢应，白棋马上收脚，于是黑棋拖了一个，白棋扳住，
黑棋一退，白棋一立。那么当前局面，因为这个转换的不平衡，现在白棋占据着巨大的优势。从 AI 的角度来看，武功正数此时的胜率已经到了0.几%。如果再平稳的这样进行下去的话，黑棋看不到希望。于是武功正数加了一步，放出了胜负手。那么作为白棋来讲，持续保持优势的下法就是粘住，非常稳。那么赵志群在这个地方还要对黑棋展开了反击，往上贴了一个，黑棋倒下去，白棋先吃住两个黑棋，黑棋一拐，白棋先把这个头藏起来，那么下一步黑棋从这里断了上去，白棋先打吃，黑棋一长，下步的白棋从这个地方贴住黑棋，黑棋打吃白棋，白棋粘住，黑棋往外拐，白棋拐的时候，黑棋还有从这里靠上去。那么下招棋，白棋继续往外长，这一招棋稍微有些问题，让黑棋挡住以后，这一带的黑棋持续加厚，对上方的白棋是一种压力。这时候白棋最好的下法是要直接吃住两个黑棋。如果黑棋打吃，白棋就踢掉。黑棋从这个地方封锁白棋以后，这个地方白棋可以搬出来。黑棋如果断掉白棋，白棋打吃，黑棋粘住，白棋再一挡，上方的黑棋被吃住。那么白棋搬住以后，黑棋在这个地方也不敢挖，这个地方有双吃。这是白棋继续保持优势的下法。那么实战白棋继续往外长，黑棋贴住，紧住白棋的气，白棋先打吃，黑棋粘住，然后呢白棋吃住两个黑棋。之所以白棋在这一带多长了一个，也是非常看重将来白棋断掉这个黑棋左边的实力也非常大。但是呢下一步被黑棋跳在这，上方的白棋变得非常的危险。那么这个时候白棋再来搬，就已经啊错失了机会。被黑棋在这个地方一挖，局部白棋走不动，白棋不敢打吃，黑棋这个地方有一个双吃。于是白棋先搬了出来，黑棋打吃，白棋踢掉，黑棋粘住这个子，白棋断掉这个子，看上去白棋在左边形成了非常大的实地。但是呢这一招棋是赵志群最后的败招，这是白棋最后的希望，是这个靠，上方的白棋不能死，黑棋如果冲，白棋就断掉黑棋，黑棋不能这样打吃，白棋粘住以后，这一带的黑棋还不活。如果黑棋断在这儿，白棋这个长是先手，这个地方还有没吃。所以说，当白棋靠在这里，黑棋不能冲，大致要打吃这个白棋。那么白棋一双，黑棋提掉，白棋可以往里面拐。黑棋虎住的时候，下招棋白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二路力，这招棋啊非常巧妙。如果再被白棋断掉黑棋的话，这里的黑棋被吃掉，有了这个二路力，白棋将来还会产生一个二路搬。如果这时候黑棋立下去阻止这个二路搬，这是白棋再倒回去，白棋呢在这个地方保留了吃住四个黑棋的手段。如果黑棋粘住，那么白棋从这个地方贴起来，黑棋虎，白棋就拐，黑棋团住，
白棋打吃这个地方形成眼力，黑棋粘住以后，白棋再二路渡过。那么将来呢，白棋一个倒虎，白棋可以成功活棋，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有二路搬，上方的白棋已经活棋，这是白棋最后的希望。那么实战，赵之勋还是非常贪心，吃住了左边这个黑棋，那么黑棋呢就吃住了这个白棋，那么至此黑棋就成功的把上方的白棋全部鲸吞。那么这个转换以后，白棋也就失去了取胜的希望。最终呢，这盘棋五攻正数以三目半的优势战胜了赵之勋。大家好，今天这盘棋是1980年日本第35期本因坊决赛当中一盘棋，对阵的双方是五攻正数和加藤正夫。这盘棋也是本因坊七番棋当中的第二局。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五攻正数，执黑先行，白棋加藤正夫，白棋直接挂角，黑棋小目，黑棋开局两个小目，这在五攻正数的对局当中不多见。下招棋加藤正夫走得非常扎实，单关手脚，黑棋加攻，白棋先大跳，黑棋大跳，白棋再反加黑棋，黑棋跳，白棋跳，黑棋再跳。那么这一招棋也体现了五攻正数志在中腹的这种决心。对待上方四个白棋的棋形，这个时候 AI 都是推荐先打入。这个地方有跳，这个地方有点，这个地方有二路拖过，黑棋的战斗头绪非常多。实战黑棋跳向中央，白棋挂角，黑棋从上方靠压白棋，白棋脱角。那么实战五攻正数从这个地方搬了一个，要加强这一带的外势，影响左边啊两个白棋。那么在右下角这个定势，黑棋胜率最高的下法是这个顶，白棋挡住，黑棋单长，白棋一虎，黑棋自身存在一个断点，但是呢，黑棋这个时候是不肯补这个断点，将来被白棋二路搬粘以后，黑棋这一带的棋形味道非常坏，这时候黑棋大致要从这个方向一飞，封锁白棋。白棋如果断上去，那么黑棋呢，在这个角上一定要掌握一个弃子取势的一种下法，就是黑棋这个力。当然，白棋不能长，黑棋一拐，这个地方可以大跳出去。白棋是要贴下去，紧住黑棋的气，黑棋不能往上拐，白棋一跳，轻松封锁黑棋。在这个地方，黑棋是要往角上拐，白棋挡住，黑棋不能二路搬，白棋断，在角上是一个大头鬼的一个变化。在这个地方，黑棋只能立，白棋挡住，黑棋一飞，白棋二路一跳，然后黑棋先尖顶，白棋立，黑棋打吃，白棋粘住，黑棋再一靠。那么至此，黑棋就达到了弃子取势的这个目的。实战黑棋搬在这儿，白棋就顶，黑棋挡住，白棋断，黑棋二路立，白棋挡，黑棋不能往外拐，全部被压制在二路。黑棋的要点二路一飞，威胁这个断点。白棋打吃黑棋，黑棋断，白棋踢掉以后，黑棋再扑进去，白棋拆二。这是一个孤岛的定式，现在几乎被淘汰。结论呢是白棋稍微有利。之所以黑棋选择这个变化，五攻正数呢也是非常看重这个飞，威胁两个白棋的同时扩张了黑棋这一带的模样。对待黑棋这种进攻，加藤正夫走的有点保守，
选择的是脱角。那么在这个地方，白棋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击手段，是这个小尖。黑棋如果挡住，白棋虎断角上这个黑棋，白棋啊没有什么不满。黑棋大致要退，白棋就冲。黑棋挡住以后，白棋先断，黑棋一长，白棋刺一个，黑棋粘住，白棋打吃，黑棋一长，白棋可以再刺，黑棋粘住。然后呢，白棋从这个地方往下一虎，黑棋搬的时候，白棋先断，黑棋打吃，白棋反打，黑棋踢掉以后，白棋粘住。那么白棋能够封锁角上这个黑棋，那么这个结果白棋胜率最高。实战白棋脱角，黑棋扳住，白棋一避，黑棋要在这个地方靠断白棋，白棋先断了一个，这是一个次序，黑棋不敢打吃，被白棋从这个地方反打出来，黑棋要退，白棋再扳。黑棋顶住，白棋先二路爬，黑棋虎住，白棋打吃，黑棋从这个地方封锁了白棋。那么双方在角上战斗告一段落，白棋获取实地，黑棋呢获取外势。那么黑棋呢也达到了目的，在这一带将来要形成他的大模样。下招棋白棋积极的挂角，一般分寸白棋拆在这。扩张了左上角这个模样，实战白棋挂角，黑棋当然加攻白棋，白棋双飞燕，黑棋靠压，然后呢黑棋再一虎，白棋二路一立，那么下一步黑棋的后续手段是这个断，但是呢实战武功中枢没有敢断。担心白棋一长，黑棋如果打吃，白棋这个反打非常舒服，这一带白棋非常厚。那么如果黑棋压或者是长，那么武功中枢担心白棋这个小尖，那么至此白棋就封锁了黑棋这个角。所以说实战武功中枢在压这个白棋，白棋往上搬，黑棋就退，白棋点角。黑棋挡住，白棋二路搬战，然后呢，白棋二路拐过，黑棋断，白棋退。那么至此，白棋开局就占据了四个角的实地，那么白棋的时控非常不错。那么黑棋全盘也比较厚实。下招棋武功中枢从这个地方。走了一个超大飞，那么看上去黑棋积极的下法是这个靠，先护住上方黑棋这个实地。那么实战黑棋超大飞以后，加藤正夫直接打入。那么黑棋这个超大飞是不是就要引诱白棋这个打入，我们也不得而知。总之在这个地方 AI 推荐是四线打入。这是一种均衡的下法，黑棋如果挡住的话，白棋就长，黑棋粘住，白棋再压。那么白棋呢，要在这一带建立一道外势，影响将来黑棋中央大模样的发展，比较均衡。实战加藤正夫直接打入，黑棋先尖顶，白棋一立，黑棋压住白棋。白棋顶，继续捞取实地。白棋二路搬，下一步白棋二路跳过。那么白棋又在上方获取了很多的实地，那么黑棋在外围的外势也越来越厚。那么下一步武功中枢从这个地方开始封锁下方这个大面。那么这一招棋也是
武功争术独特的一种感觉。那么黑棋从这个地方封锁大模样，白棋呢从上方就镇住了黑棋，限制黑棋这一带的发展。可能是加藤正夫感觉自己的实力不错，选择这个点。那么白棋最积极的是这个尖冲，从这一线来压迫黑棋这个大模样。虽然白棋针在这，黑棋先把这个子长出去，白棋跳，黑棋再跳，白棋靠了一个，黑棋扳住，白棋退，下着棋黑棋跳了一个，紧接着就要分段两个白棋。但是呢，黑棋这个跳是一部分棋手，这时候黑棋有一个非常好的定型的机会，是这个冲，白棋渡过，黑棋夹，白棋挡住，黑棋先打吃，白棋粘住，黑棋一连接，这个地方有门吃，白棋还要打吃这个黑棋。这一带的黑棋先手走后，以后黑棋是要打入在这儿，那么这是黑棋最积极的下法，胜率也最高。是这黑棋一跳，白棋先顶，黑棋粘住，然后呢，白棋从这个地方护住了左上角的实地，那么白棋实控的优势进一步扩大。黑棋小尖了一个，威胁这个断点。那么下一招棋，加藤正夫从这里虎了一个。那么这一招棋有点缓，这是白棋最积极的下法，是要以攻为守，先点一个，黑棋粘住以后，白棋靠上去，要在这一带破坏黑棋下方这个模样。黑棋如果搬，白棋就反搬；黑棋打吃，白棋就反打；黑棋提掉，白棋就粘住。那么在这个地方，白棋也就洞穿了黑棋下方这个模样。即使黑棋从这个地方断掉白棋，白棋一跳，虽然白棋这个下法有点危险，但是呢，作为黑棋来讲，想吃住中央的白棋也是非常的困难。实战白棋挤在这儿，这一招棋近乎是单关，黑棋就粘住。那么下一步，白棋从这个地方虎了一个，虽然目数比较大，但是不积极，白棋还是应该从这里靠上去，破坏黑棋下方这个模样。那么白棋虎在这里以后，黑棋抢占了这个要点，白棋先刺一个，那么黑棋呢随手就粘上。那么这时候黑棋还是应该先在上方定型以后，从这里冲出去反击白棋。是让黑棋粘住，白棋往里面虎，黑棋扳住，白棋顶，黑棋挡住，白棋刺了一个，白棋在这一带获得了不少的先手便宜。下招棋呢，白棋补在了这，那么黑棋也就失去了刚才那个定型的方式，从目数上来讲出入比较大。但是呢，白棋这一招棋还不是最好的下法，白棋这个时候应该是挖。黑棋如果从上方打吃的话，白棋就粘住，给黑棋留下两个断点。在这个地方，黑棋最强烈的下法是从下方打吃，但是白棋不怕，白棋往上长，黑棋立下去，白棋一路跳，下一步白棋粘住以后可以一路渡过，黑棋需要冲一个，那么白棋就爬，黑棋如果搬，白棋粘住，白棋可以活棋。在这个地方，黑棋是要破坏白棋做眼，白棋粘住。这一带白棋的气比较长，黑的气呢有点紧，黑棋需要长气，可以往外虎，白棋就粘住，黑棋顶，白棋挡住。这个地方黑棋不敢靠，自身呢白棋这个地方有断点，
黑棋大致要往外侯宽自己的棋，白棋就压，黑棋拐，白棋再压，黑棋打吃，白棋就唬住，黑棋粘住以后，白棋再压，黑棋一击。那么下招棋呢，白棋粘住这个断点，这一带的黑棋的气迅速变紧。如果黑棋再从这里唬住这个断点的话，白棋可以从这个地方再封锁黑棋。那么这个下法白棋非常的积极，而且呢有可能一举就获得本局的胜利。实战白棋长在这儿，黑棋粘住，白棋大跳，限制黑棋在这一带将来啊要形成目数，同时呢还要威胁这个断点。如果黑棋只是普通的补断的话，那么这盘棋啊黑棋的实地不乐观，在这个地方黑棋紧凑的靠了上去，白棋搬，黑棋扭断白棋，白棋先打吃，黑棋一长，白棋一虎，黑棋再长。那么双方在中央定型以后，白棋提到这个子，黑棋挡住，白棋再从上方定型先连接，黑棋往上拐，白棋一并，黑棋连接，白棋再一双，黑棋粘住。那么双方在上方定型以后，白棋粘住这两个子，黑棋堵住断点，下招棋白棋走了一个二路小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子，但是呢不是急锁，这是白棋最大的地方，是这个跳，先护着右边这个实地。实战白棋走了这个小尖，黑棋先虎，白棋退。那么下一招棋也是武功正术本局的一个亮点，那么战斗的焦点就是在右边，普通黑棋跳下去破坏右边这个实地，但是呢白棋一跳，这个破坏目数比较有限。那么实战武功正术神出鬼没的走了一个二路脱，这招棋是一招不太容易发现的一步妙手，让这一带的白棋非常难下。如果白棋搬的话，黑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挖，白棋如果从这个地方打吃，黑棋就退，白棋需要补着这个断点，然后呢黑棋打吃，白棋粘住，黑棋吃掉这个白棋。如果白棋从这个方向打吃，黑棋就长，白棋需要补着这个断点，然后呢黑棋再打吃，白棋粘住。那么下招棋黑棋二路一点，就彻底的把白棋右边的实地全部给破坏。既然白棋不敢从这个地方搬，如果退的话，那么很显然黑棋再一搬，这个结果比刚才黑棋那个单跳效果要好不少。那么实战对待黑棋的二路脱，加藤正夫从这个地方退了一个，要强杀这个黑棋。那么这一招棋呢是加藤正夫本局的一个败招。这是白棋应该是粘在这儿，黑棋大致要跳，然后呢白棋有一个二路脱，黑棋顶住，白棋退，黑棋粘住，白棋再一搬。虽然白棋在这个地方还是损失了一些目数，但是呢这是白棋最好的结果。实战白棋长在这儿，这也是鱼死网破的下法，黑棋跳，这个地方有冲断，这个地方可以挡，白棋呢先挡住，黑棋就从这个地方分断了白棋。那么黑棋在这个地方断掉白棋以后，中央的白棋还没有活，白棋先贴了一个，黑棋冲，白棋就跳，黑棋再长，白棋挡住，黑棋打吃，白棋粘住，黑棋就连接。下部这个地方有冲断，白棋双了一个，紧接着黑棋从这个地方一搬，这时候白棋
不敢从那里挡，黑棋再一冲的话，这个断点和这个断点白棋不能兼顾，于是白棋就虎了一个，黑棋从这个地方冲断白棋，白棋往里面冲，黑棋就搬，白棋搬，黑棋就退，下面是白棋断了一个，这都是整理心情的下法。然后呢，白棋再打吃，黑棋再粘住。那么黑棋粘在这里以后，这条白棋的大龙全部被黑棋鲸吞。于是呢，这盘棋武功正术就中盘战胜了加藤正夫。大家好，今天这盘棋是1973年日本第28期本因坊比赛当的一盘棋，对阵的双方是坂田荣南和武功正术。这盘棋武功正术执黑先行，白棋坂田荣南，白棋小飞以后，黑棋拆边，白棋挂角，黑棋一间低架，白棋进角，白棋二路一立，黑棋压住，白棋再立。下一招棋，黑棋普通，从这个地方跳起来，防止白棋从这个地方搬出来作战。那么实战武功正术，二路挡住，这在当时也是武功正术走出来的新手，而且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非常流行。那么黑棋挡住以后，坂田荣南直接就从这里搬出来作战。那么至此，双方啊就进入到中盘战。黑棋断掉白棋，白棋一长，黑棋一飞。那么黑棋这个飞非常重要，如果被白棋在这一带罩住的话，那么双方啊攻守逆转。黑棋一飞，白棋中央一跳，黑棋拆一，白棋从上方镇住黑棋。那么白棋就是要在中央整形，限制黑棋中央的发展。黑棋先刺一个，白棋粘住，黑棋再拆一。开局武功正术走得非常扎实，上边和右边啊都要形成失地。白棋这个时候点角，黑棋搬了连扳，白棋断，黑棋粘住，白棋再打吃。角上这个定势，后续手段黑棋要通过这个反打吃住角上两个白棋。那么实战武功正术从上方打吃白棋，这招棋非常符合武功正术的棋风，就是要加强自己的外势，影响到上方的白棋。白棋踢掉，黑棋再打吃，白棋粘住。那么下一步黑棋开始从这个地方镇住白棋，进攻白棋。白棋中央一跳，那么下一步呢，黑棋把这个子藏了出来。那么这一招棋黑棋稍微有点缓，那么黑棋这个小尖是进攻的要点，白棋需要跳出去，黑棋再跳。那么黑棋通过进攻上方的白棋来扩张下方这个模样，如果白棋这个时候来打吃的话，黑棋再一跳，加强黑棋上方的实地，同时呢继续威胁中央的白棋。实战黑棋一长，那么坂田荣南大飞手脚，这是一个大长。那么这时候白棋还是应该抓住黑棋这个长的这个失误的机会开始整形，白棋可以靠一个，黑棋挡住，白棋一顶，黑棋粘住，白棋再一跳。中央白棋的形状啊非常不错，那么白棋呢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实战白棋大飞手脚，黑棋也没有在这一带进攻白棋，从这个地方掉了一个，白棋尖顶。这个时候黑棋不肯长，被白棋唬住，
黑棋一般，白棋立，脚上白棋的失地也非常大，于是黑棋从这个地方挤了一个，给白棋制造断点，要侵占白棋这个角。这时候黑棋有一个比较灵活的下法，是直接在这一带拆边。如果白棋虎的话，那么黑棋灵活的走一个拆二。是在黑棋挤在这儿，白棋打吃，黑棋一立。那么白棋为了加强自己的外势，支援中央的白棋，选择了从这个地方打吃黑棋。那么这是白棋最好的下法，胜率最高的下法，是直接二路挡住。黑棋需要长，下不了在这一带封锁白棋，白棋要跳出去，然后的黑棋再打吃，白棋粘住。当黑棋往下贴的时候，白棋二路搬，黑棋拐，白棋再爬，黑棋还需要再长，然后呢，白棋从这个地方贴起来，不单脚上的实地非常大，那么白棋这个贴也限制黑棋中央的发展，这是白棋胜率最高的下法。是在白棋打吃，黑棋长，白棋需要补住这个断点，那么黑棋轻松打吃，白棋粘住以后，黑棋再打吃，白棋从这个地方夹住黑棋，那么黑棋先手活脚，白棋在这一带实地损失了不少。那么黑棋获得一个先手，先冲了一个，这是一个好点，一是要压制白棋，第二呢，还是要威胁中央的白棋。实战白棋爬了一个，黑棋跳。那么下一招棋，坂田荣南不甘示弱，从这个地方压出来作战。黑棋搬，白棋就长。这个地方存在一个断点，普通黑棋要通过这个小尖补住这个断点。但是呢，武功中枢担心，这个时候坂田荣南从这个地方反击两个黑棋，于是武功中枢放这个断点不管，大跳了一个，白棋断上去，黑棋不肯打吃，这时候白棋可以立，黑棋再挡住，白棋可以二路拐吃黑棋。那么这一带黑棋这个实地非常局促。那么实战对待白这个断，武功中枢灵活转身，再来二路小尖，白棋立，黑棋转身飞到脚上去，白棋打吃这个黑棋，那么黑棋挡住，白棋顶，那么下一步黑棋飞起来，一是要出动这个子，第二要封锁这一带的白棋。那么看上去白棋最扎实的下法是这个小尖，先吃住上方的黑棋，但是呢黑棋在这一带一飞，这些白棋非常苦。那么这个时候坂田荣南走了一个大跳，两边白棋都要照顾，黑棋飞，继续封锁这一带的白棋，白棋跳出去。那么在这个地方黑棋是没有办法冲断白棋，如果黑棋冲，白棋退，黑棋再冲，白棋断掉黑棋，黑棋断的时候，白棋打吃，黑棋不敢粘。既然黑棋在这个地方不敢冲，黑棋小尖连回。那么下一招棋，坂田荣南走得非常狠，还要在这一带靠断黑棋，黑棋挡住，白棋断。那么这个地方黑棋不能遭受白棋打吃，关系到上方的黑棋的眼位，黑棋立下去。那么白棋在这个地方就成功的靠断了黑棋。那么白棋在这个地方
靠断黑棋的目的就是要从这里分断黑棋。当然现在白棋冲断为时尚早，如果白棋冲，黑棋就挡住，白棋断，黑棋这个地方可以打吃白棋，白棋拐的时候黑棋再一长，那么下一步白棋只能吃住两个黑棋，黑棋再一打，白棋踢掉，这里的白棋啊非常危险。那么实战，白棋为了配合这个冲断，跳了一个。如果黑棋挡住，这个时候白棋再来冲断，那么这个子就起到一个接应的作用。于是实战黑棋从这里挡住，白棋贴下去，黑棋搬，白棋反搬，黑棋一立。那么这时候白棋不敢再来挡住黑棋，因为黑棋在这个地方存在一个断。于是白棋非常厚实的从这虎了一个。有了这个虎，下一步白棋还是要冲断黑棋，黑棋贴住，白棋从这个地方挤了一个，做了一个虎口，黑棋粘住。那么下一招棋，坂田荣南出现失误，从这个地方粘住白棋，保证了白棋在这一带的出头。但是呢，这个时候白棋的要点是应该是跳，先控制这个黑棋的出动。那么至于在这个地方，即使黑棋冲，白棋就挡住，黑棋断，白棋粘住。这个地方有一只针眼，而且呢，将来白棋这种虎都是先手，这个地方还有打吃，白棋活棋不成问题，这是白棋不错的一个局面。实战白棋粘住，武功正术就出动了这个子，白棋打吃，黑棋长，白棋粘住，黑棋一拐，那么黑棋这个拐也威胁到左边的白棋。那么下一招棋，坂田荣南从这个地方挖了一个，那么这招棋也是局部的妙手，也体现了坂田荣南在这种小地方的强大。那么白棋这个挖让黑棋走不动，如果黑棋从这个地方打吃，白棋将会反打黑棋，黑棋踢掉，白棋就搬，黑棋只有往外拐，白棋打吃，黑棋粘住，白棋再吃，黑棋粘住。那么下招棋白棋将会从这个地方搬出来，进驻黑棋的棋。如果再被白棋从这个地方贴出来的话，上方的黑棋被吃住，黑棋需要断。然后呢，白棋打吃，黑棋踢掉没有意义，白棋再打吃，黑棋粘住，白棋从这个地方一口气吃住黑棋。那么黑棋只有往外团，那么白棋呢从这个地方再争吃黑棋，黑棋逃没有意义，宽不住气来，那么最终呢这里的黑棋被吃掉。那么对待白这个挖，如果黑棋从上方打吃，白棋不是粘，而是呢还要虎一个，黑棋踢掉，白棋照样从这里往外搬，黑棋退的时候白棋再打吃，那么这就又形成了刚才白棋吃黑棋的那个变化图。所以说对待白棋这个挖，黑棋没有办法在这一带打吃，于是呢武功正术长了一个，占据了这个要点，继续威胁脚上的白棋。那么白棋一拐也暂时吃住了这一带的黑棋，黑棋而飞，破坏上方白棋眼位。那么双方啊形成一个转换，白棋吃住中央的黑棋，那么黑棋呢也控制了上方的白棋。但是呢这一带的白棋啊还有一定的弹性，将来呢这个地方有一个虎，
那么双方在这一带定型以后，那么下一招棋坂田荣南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白棋二路一跳。那么这一招棋脱离了主战场，这时候白棋还是应该虎，马上呢在这个地方追究黑棋的一些缺点。那么实战白棋从这个地方跳了一个，那么黑棋挡住，那么上方的黑棋啊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在这个地方白棋应该保留，因为将来白棋这个地方可以挡下去。黑棋断的时候，白棋从这个地方拐打黑棋，黑棋粘住，将来白棋不是二路跳，而是呢直接点进去威胁这个断点。那么上方的黑棋啊还是有一定的缺陷。那么实战白棋二路一跳，黑棋非常舒服的挡了下去。那么下一步白棋先刺了一个，黑棋粘住，然后呢白棋再来一虎。那么有了这个虎，将来白棋冲黑棋挡这个地方有一只眼。那么作为黑棋来讲，武功正术也没有从这个地方来破眼。如果来破眼的话，白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挖，黑棋从上方打吃，白棋粘住，当黑棋挡住的时候，白棋再从这个地方断掉黑棋，这一带的黑棋气也非常紧。于是武功正术先打吃，加强这一带的黑棋。那么下招棋坂田荣南先冲了一个，黑棋挡住，白棋二路一立，黑棋粘住，白棋再冲，黑棋挡住。那么下招棋白棋如果打吃这个黑棋的话，那么白棋可以轻松的活棋，黑棋如果粘住，白棋一扳，但是呢这个结果黑棋也可以活脚。于是在这一带的战斗，坂田荣南从这个地方立下去，强调下一步白棋点进去要和黑棋展开对杀。明知道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点，武功正术居然在纸上脱线，又把这几个黑棋连了回去。也就是说武功正术不惧怕白棋来强杀黑棋这个角。那么白棋这个时候直接点进去，黑棋粘住，白棋往回一爬，那么双方在上方就展开了杀棋。那么黑棋先冲，白棋挡住，那么黑棋提掉这个子非常厚实，同时呢也收住了白棋一口气。白棋往外拐，黑棋挡住，白棋搬了一个。那么下一步在这个地方白棋有一个冲，黑棋先虎，白棋先打吃，黑棋粘住，白棋一路做眼。那么黑棋呢也没有从这里破，而是呢从这个地方立了下去，白棋也一路立。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白棋也没有搬，这个地方黑棋一冲断，上方啊白棋都是皆不贵，白棋一在这儿，黑棋打吃，双方势必然要在上方啊形成一个打劫。那么白棋一路爬，黑棋断掉这个白棋的同时开始啊收气，白棋收气，黑棋团，白棋粘住。那么下一步黑棋开劫，那么白棋需要寻找劫材，白棋从这个地方挡了下去，黑棋断，白棋提劫。那么下一步武功正术没有再寻找劫材，直接这里打吃，把这一带黑棋走后以后，那么下一步白棋也没有什么劫材，于是呢白棋一路爬，也吃住了上方的黑棋。虽然白棋吃住这几个黑棋在脚上啊获得一定的目数，但是呢让黑棋在这一带和上方这一带全部走后。
那么这次黑棋就保持了全盘的优势。那么白棋吃住黑棋以后，那么下一招棋，黑棋开始在这一带定型，先挡，白棋一立，黑棋一路搬，白棋退，紧接着黑棋靠，扩张了这一带的模样。这时候白棋再来靠，黑棋就不肯三路挡，往上冲，威胁这一带的白棋。白棋也冲断黑棋，黑棋打吃，白棋反打，黑棋粘住，白棋搬。那么下一步呢？黑棋先挤了一个，白棋一路做活，黑棋退，白棋粘住，黑棋二路拐，继续扩张这一带的实地，白棋拐出去。然后下一招棋，黑棋二路搬粘，搜刮白棋这个角，那么白棋也挡住，黑棋踢掉，白棋再一跳。黑棋团住，保证黑棋的活棋，白棋一路一爬，下不要粘住这两个子，黑棋踢掉，白棋在左边拆二，黑棋呢从上方飞了一个，那么下一步白棋跳回来，破坏黑棋这一带的实地，黑棋先在角上定型，一搬，白棋粘住，黑棋往下拐，白棋只有活棋。那么黑棋一飞，继续威胁上方的白棋，白棋没有补，小尖了一个，然后呢黑棋从这个地方扳住白棋。那么这个时候的坂田荣呢，也意识到局面对自己非常不利，对待黑棋这个扳，白棋脱先没有补棋，强硬的跳下去，要护住下方的实地。那么黑棋打吃白棋，白棋踢掉，然后黑棋在这一带浅削白棋。如果白棋只是简单防守的话，那么将来呢这个地方有冲，这个地方还有点的一些味道，而且呢黑棋在这里还有形成目数，于是白棋小尖反击黑棋，黑棋小尖下步这个地方要挤断白棋，白棋从上方要封锁黑棋，黑棋搬出去，白棋断，黑棋打吃，白棋从这个地方挤住黑棋。如果黑棋踢掉，白棋可以通过打吃护住下方的实地。那么黑棋武功正术在这个地方一点不让步，直接粘住。白棋往上长，黑棋三路一跳，那么对待这个跳，白棋这个时候也没有心情粘住，因为黑棋再跳，这一带黑棋的气焰非常长，白棋挡住以后，黑棋一贴可以吃住这两个白棋。于是白棋从这个地方打出去，黑棋长，白棋再打，黑棋再长，白棋再冲，下步黑棋跳了一个，白棋粘住，黑棋连接这个断点，白棋打吃一个，黑棋粘住，白棋再一跳。那么下招棋，黑棋从三路一跳，这里有冲，这里有夹，这个地方有冲，那么黑棋也成功的破坏了下方啊白棋的实地，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有几段白棋的手段。于是白棋先粘住，黑棋连接，白棋吃住这个黑棋，黑棋挤了一个，白棋粘住，要和这一带的黑棋杀气，那么黑棋呢走了一个一路小尖，那么这里的黑棋安全的度过以后，那么这盘棋呢坂田荣呢就失去了取胜的机会，最终这盘棋武功正术以23.5目的优势战胜了坂田荣男。大家好，今天这盘棋是1988年日本第43期
本因坊决赛到临盘棋，对阵的双方是武功正术和大猪英雄。这盘棋也是本因坊七番棋当中的第七局。前六局双方战成3-3。那么这盘棋的胜利将决定着本年度的本因坊。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武功正术执黑先行，白棋大猪英雄，黑棋三连星，白棋中国流，黑棋挂角，白棋挂角，黑棋一间地将，白棋进角。白棋立，那么现在白这个立已经被淘汰，那么现在的白棋呢都是立在这儿。下步黑棋从上方封锁白棋，白棋再挂角，黑棋单关收角，白棋二路一飞。下一步武功正术直接点角，看来这一盘棋武功正术不但要在右边形成大模样，而且呢在左边还要抢占了白棋的实地。白棋先挡住，黑棋豁角以后，白棋虎住上方的这个黑棋。那么 AI 推荐白棋应该是次一个，黑棋粘住，白棋在这一带加工黑棋。那么这个局面啊，看上去白棋更容易掌握一些，而且呢白棋次在这，对将来啊黑棋中央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实战白棋虎在这，武功正术大飞了一个，白棋飞。既然黑棋已经得到白棋这个角，那么黑棋就压，把上方的实地让给白棋。白棋搬，黑棋反搬，普通白棋退一个，但是考虑到黑棋有一拐，白棋挡住，黑棋再压。如果白棋再搬的时候，白棋自身存在断点。那么实战大猪英雄走的还是非常厚实，直接单粘，黑棋长一个。那么下一步大猪英雄在这一带浅削黑棋，这也是人类破坏大模样常用的方法，但是呢 AI 认为这一招棋不太恰当。那么 AI 的推荐，这个时候白棋应该是单关收角，黑棋如果在这一带围的话，白棋一立，黑棋挡住，白棋居然是打入在这。但是说实话，这种打入对于人类来讲压力也非常大，更何况面对的是武功正术。所以实战大猪英雄还是采取了最安全的方法，在这一带浅削黑棋。那么武功正术也没有防守，也没有在这一带进攻，先挂角，先在角上定型，白棋一飞，普通黑棋脱角。但是呢现在这个局面武功正术不敢脱，如果脱的话，白棋不是二路搬，而是呢从这个地方要搬到黑棋，黑棋断，白棋打吃，黑棋立，白棋退回去。在这个地方黑棋不敢拐打白棋，白棋粘住，黑棋如果拐，白棋要路爬，黑棋搬的时候，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二路夹过，那么上方的黑棋和脚上的黑棋都不太好处理。那么既然黑棋不敢拐打，那么黑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转换的下法，就是二路打吃，白棋往外长，黑棋再打吃，白棋再长，黑棋拐打白棋，白棋吃住两个黑棋，形成一个转换。但是呢当前局面下这种转换白棋也非常满意，一旦这里的白棋走后了以后，对右边黑棋这个大模样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实战武功正术没有马上脱，先冲了一个，先把棋走在高路，白棋三路爬，黑棋退，如果白棋二路飞，
黑棋继续从上方压制白棋，远远的威胁中央这块白棋。于是大猪英雄飞了起来，也是接应中央这块白棋。这是武功中枢再来脱角，因为黑棋在外围做了交换，白棋也不肯从这个地方扳断黑棋，白棋二路扳，黑棋一退，白棋一虎，黑棋一拐，先安定左边的黑棋，因为下一步黑棋要在这一带加工白棋，白棋拆二，同时呢威胁将来二路一点，黑棋先顶住，白棋没有在这一带补棋，走了一个大飞，继续压缩黑棋右边这个模样。黑棋搬了一个，白棋退，紧接着黑棋从这里一拐，这个拐是棋形要点，让白棋不太好补棋。如果白棋挡住，黑棋搬，白棋反搬，这个地方黑棋有一个拐，白棋挡住以后，黑棋还要从这个地方连扳白棋，上方的白棋这个棋形非常局促。如果白棋不挡直接飞的话，黑棋尖顶，白棋退，这个地方黑棋还要拐，白棋挡住的时候，黑棋这个地方有一个扳。那么既然上方白棋不太好补棋，那么大猪英雄脱先转身先加强中央三个白棋，黑棋跳，紧接着白棋小尖，抢占较好的实地。那么当前局面下，白棋有一个非常好的定型方式，不是这个小尖，而是呢要从这个地方尖断黑棋，通过这个断来支援中央的白棋。如果黑棋退的话，那么白棋就长。黑棋小尖想尖断白棋，白棋一跳封锁下方的黑棋，实力非常大。关键是黑棋也不太好攻击中央啊三颗白棋。实战白棋走了一个小尖，我们下招棋武功中枢继续贴了一个，白棋补在这儿。那么黑棋在周围做好了准备工作以后，下一步要对中央三颗白棋展开进攻。那么武功中枢进攻的点是从这个地方刺了一个，破坏白棋的棋形，白棋挡住，黑棋就顶，白棋再挡，黑棋跳出去，这个地方明显有一个冲断，白棋不肯这样补，棋形非常重，没有眼位，大猪英雄靠在这儿，黑棋扳了一个，白棋顶住。普通黑棋连接，但是考虑到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虎，紧接着产生冲断，而且呢这个地方有虎，这个地方呢产生眼位，所以实战武功中枢走得非常厚，是粘在这儿。白棋一顶，黑棋一长，下步白棋跳，要在这个地方冲断黑棋，黑棋一双，白棋粘住。看上去啊，中央的白棋暂时也摆脱了危险。那么下招棋武功中枢挤了一个，因为下面这里有虎，这里有断，白棋需要补棋，大猪英雄补在这。那么下招棋黑棋拆掉，威胁脚上的白棋。那么黑棋拆掉以后，白棋没有马上补，先长，因为这个地方存在断点，黑棋一虎，然后呢白棋二路扳，做活脚上的白棋，但是呢这种做活方式有点缓，这是白棋应该是在这一带飞一个，这是一个好点，间接的支援下方的白棋和右边的白棋，同时呢封锁左边的黑棋。现在白棋活脚，虽然这个脚已经活棋，但是呢黑棋一飞，下方的黑棋得到加强，下一步呢将来还要进攻啊两块白棋。那么大猪英雄紧接着又走了一个二路大飞，捞取实地也非常狠，但是呢这一招棋啊非常过分，也非常的贪心，这时候白棋还是应该在这一带补一手，把两块白棋连起来，
双方的局面还是非常细。那么石南白棋走了一弯路大飞，那么下一步武功正术肯定是要考虑如何进攻两块白棋。武功正术的进攻点是在这，这是一个进攻好点，将来呢威胁这个断点。白棋跳，黑棋还要从这个地方坚决的靠断白棋。白棋搬，黑棋退，白棋顶。一般情况下，黑棋退，白棋要在这个地方冲断黑棋。那么武功正术认为，这一带被白棋冲断以后，这里的棋形和下方两个黑棋的棋形啊不太好处理。于是黑棋就挡了一个。白棋同样是断，那么这时候黑棋往下长，那么武功正术认为这两个棋形啊比刚才容易处理一些。下一步大猪英雄先虎，那么白棋这个虎有一定的想法，就是将来白棋这个地方先贴一个，当黑棋退的时候，白棋从这个地方夹住这三个黑棋，那么这三个黑棋需要补棋，小尖了一个。白棋先贴，黑棋一长，白棋也小尖，把这两个子和左边的白棋先连上。那么作为这一代黑棋的棋形还有缺点，这里有断，这里有刺，黑棋补了一手，同时呢威胁上方的白棋。但是呢大猪英雄并没有在这一带补棋，毕竟在黑棋这个棋形当中将来还有点的一些味道，上方的白棋暂时还没有威胁。于是白棋跳了一个，要活到下方的黑棋这个空当中。那么黑棋一跳，先封锁上方的白棋，白棋一刺，黑棋挡住。下一步大众英雄并没有马上做活上方的白棋，而是走得更加积极，飞了一个，威胁左边黑棋的同时加强这一带白棋的联络。那么武功正术在这一带也没有补，转身又开始威胁中央白棋这条大龙。当然这条大龙不能死，白棋跳了一个，黑棋没有跟着挡，因为白棋一长，黑棋自身这个棋形啊还有缺陷，白棋这个地方有冲断，这个地方有断，这个地方也有冲断。所以说实战在这个地方黑棋也脱先，先搬了一个，下边要断掉白棋，白棋粘住，黑棋打吃，白棋粘住，然后呢黑棋连接。那么黑棋在这一带定型以后，在这个地方留下了冲断白棋的一些手段，将来能够吃住这一带的白棋，全盘黑棋将变得非常厚实。但是呢黑棋在这个地方落了一个后手，那么大猪英雄挡了下去，黑棋先双一个，下步要冲断白棋，白棋只有粘住，那么武功正术呢又从这个地方跨断了白棋，这里的白棋还是没有眼位，于是大猪英雄从这里靠了一个，要通过这种腾挪来做活中央白棋这条大龙。黑棋先分断白棋，白棋往里面一长，看上去下方的黑棋还是比较弱，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武功正术下得非常强硬，冲断了白棋，白棋还要打吃，黑棋再往上长，看上去这两个黑棋已经死掉，但是呢死掉以后黑棋再扑进去，这个地方啊还是一只假眼。下招棋白棋没有往下拐，黑棋可以从这个地方拐吃白棋，于是呢白棋从这个地方贴了一个，如果黑棋再来拐吃的话，白棋打吃黑棋，黑棋需要粘住白棋吃掉这两个子，那么中央的黑棋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于是当白棋贴的时候，黑棋没有打吃，粘住白棋往下拐宽气，黑棋
还有一托紧住白棋的气，白棋先打吃一个，黑棋反打白棋，白棋粘住，黑棋收气，白棋踢掉，黑棋再扑进去，白棋踢掉，黑棋再打吃，白棋粘住，然后呢黑棋再连接。那么这一带的白棋被黑棋滚打包收，棋形啊非常的重。如果在平时每学大桌被对方逼成这个棋形，十有八九就要认输。但这毕竟是本因坊的比赛，大桌英雄还在寻找机会。白棋先虎了一个，这个地方有冲断，黑棋一双，然后呢白棋搬，要在这一带建立眼力，黑棋挡住。白棋一虎，黑棋挤住，白棋不是在这一带做眼，而是顽强的还要扳住。如果黑棋来破眼的话，白棋往里面一长，黑棋断，白棋粘住，黑棋吃住上方白棋，在这个地方白棋可以虎下去，黑棋扳的时候，白棋一打吃。黑棋不敢站，这个地方有门吃。所以说，当白棋二路搬的时候，黑棋虎住，白棋做眼。看上去在这一带白的眼位比较丰富，但是呢，整条大龙还是一个打劫虎。将来黑棋一路打吃，白棋粘住，黑棋再打吃，这个地方白棋不敢站，黑棋一拐，这是假眼，白棋只能依靠这个打劫来活棋。但是实战，武功正术并没有马上在这一带开解，也是考虑到这里的黑棋有一定的缺陷，会给白棋带来很多的劫材。所以说，黑棋暂时先搁置这个打劫，在角上搬了一个，先威胁白这个角。但是呢，这个二路搬是一部分题数，这时候黑棋应该是从这个地方靠出去。威胁上方的白棋，实战黑棋二路搬。那么大桌英雄呢，对待黑棋的二路搬，也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逆转的机会。实战大桌英雄随手搬住，这时候白棋应该是走这个小尖，左边的黑棋还没有活，关键是这一带的白棋取得联络以后，如果黑棋来杀角，白棋这个地方可以挤吃黑棋。黑棋如果粘住，白棋往外一拐，在这个地方，黑棋对杀棋不够。如果黑棋往外拐的话，那么白棋吃住这三个中央这条大龙就可以活棋。那么黑棋吃住这个角并不便宜。实战大桌英雄错过一个机会，随手搬了一个。黑棋粘住，白棋往下虎，黑棋一搬，紧接着大桌英雄跳了一个，先做活上方的白棋，这时候白棋还是应该走这个小尖。那白棋跳到这儿，下着棋，武功正术从这里靠了一个，上方的白棋马上啊变得非常危险。那么白棋小尖，先夹住黑棋。黑棋搬了一个，白棋打吃，黑棋粘住，白棋一连接，紧接着白棋要从这里冲出来。那么黑棋不是粘在这儿，而是呢非常厚实的打吃这个白棋。这一带的黑棋一旦走后，那么武功正术马上就会在这一带开这个劫，所以说白棋在这一带也是非常被动。关键是这个地方黑棋还要断掉白棋，白棋不得已还要粘住，黑棋先冲了一个，白棋并，这个地方黑棋需要连接，然后呢白棋再粘住。那么双方在这一带定型以后，武功正术并没有马上啊把左边的黑棋先做活，而是呢从这个地方冲断了白棋，这里的白棋被吃住，
前排的黑棋非常的厚实，下一步武功中枢将要在这一带开解。那么大中英雄先挤了一步，黑棋粘住，那么白棋这个挤将来也是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些建议。那么黑棋挡住以后，白棋就必须要做活这条大路，因为劫财不利，白棋从这断了一个。那么这一招棋还是有一定的想法，如果黑棋普通粘住，白棋就会走这个小尖，这里黑棋不能被分断，黑棋只能打吃这个白棋。这时候白棋可以先手团在这儿，这个地方形成一只针眼。所以说对待白这个段，武功中枢是打吃在这儿。那么下一步白棋没有办法，只有通过这种一路搬粘来活棋。那么中央白棋这条大龙活棋以后，那么武功中枢开始处理左边的黑棋，挖了一个。白棋二路打吃，黑棋粘住，白棋连接，下一步黑棋断了上去。如果白棋打吃在这，黑棋一反打，左边的黑棋成功活棋。如果左边的黑棋活棋以后，这盘棋白棋的实力不够，在这个地方对待黑棋这个段，大中英雄继续拼搏，粘住黑棋爬回去，白棋救虎，黑棋扳住。如果白棋想活棋的话，那么黑棋就粘住，白棋如果来破眼，那么黑棋先团一个，白棋需要补棋，然后呢黑棋一扳，在这个地方对杀，白棋杀不过黑棋，黑棋是大眼。所以实战白棋不能就地活棋，而是呢要从这里一路扳，武功中枢点进去破坏白棋眼位，白棋打吃黑棋，黑棋反打白棋，白棋踢掉，黑棋再打吃。那么在这个地方白棋不能粘，黑棋一断，金鸡独立。如果白棋一路搬过的话，黑棋就开劫。那么全盘现在是黑棋劫财有利。于是当黑棋挤到这里的时候，白棋就先搬了一个。那么下一步黑棋一路搬，吃住白棋这个角，白棋踢掉这个子，那么黑棋呢吃住这个子，那么当黑棋踢掉这个劫以后，那么大中英雄呢就中盘投资认输，那么武功中枢也就获得了这个年度的本银方。